来玩这款游戏，消消大作战，进来。我看那个说明图片，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玩的，所以我就进来体验看看啦。他们两个在幽会，哎，怎么可以把董卓画成这个样子？好可怜的董卓哦，人家也是个人类啊。哦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和怪物共处的。快用点将台，前面铺陈的很不错啊。靠腰，我想说是抽角色的，原来是消消的时候。哎，写的也可以耶，写的也可以耶。哦呦！哎呦！你们这群点心，白吃十五，吃多少？你们这群点心，白多少我吃多少。区区一款消消乐，做得如此有张力。哎呦，真的是吓到我了哎！哎，做得挺不错的啊。好吧，来到了招募了。妹子给我啊！他是妹子没错啦，蔡文姬，好可怜哦，怎么变成一只鸡啦？我要妹子有那么困难？来吧，我要消，我要消，我也想要消消乐。哎，他是可以到处乱连呢。他怎么那种斜的啊？有成对就能碾呢，然后碾完以后就掉出绿色的，自动拖出全部蓝阶和蓝阶以上英雄。这个跟有一款是不是叫召唤与合成差不多的？哦，所以透过对啦，那款是不是叫召唤与合成啊？还是合成与召唤，玩法是差不多的。透过你消消乐，然后会产生你的武将。好，我现在好像已经会了，可以让我自己玩了没？不要再新手教学了。我要这样子连不行吗？可以啊，我就是想要这样子连呢。欸，他可以，他这个脸的范围好大，你看他可以这样子乱用欸。哦，无拘无束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全部拖出了。好啦，我的部队都在这里啦，高达6万战力的，他也是不用碾掉了。哇，好多蔡文姬啊，我想要看其他招募的角色，可以满足我的这个小小心愿吗？啊，对啦，这款游戏它有兑换码的，待会要来试一下。我要这样子不行了，嘿嘿，他说这样子脸是最好的，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，我还合成蓝色的。好啦，刚刚我看到自动欸，合成也可以透过自动吗？趣味十足的，应该会有人气的。啊，抽角色了 ，OK， 返回。我要看一下自动，他刚刚在荧幕上方有看到，哎，被那个手指挡住了。哎，15等才开启自动啊，哭啊！哎，那这样子不能碾了哦，一定要同颜色啊，是不是？可以了吧？我有蓝色的啊，我有两个绿的嘞，
现在我这三个绿的，可以了吧？可以战斗了吧？轻轻松松又赢了一关。他是孟获，角色塑造的都非常具有幽默性。OK。我已经玩到第五关了，你可以放过我了吗？要不是你这游戏挺有趣味的，我没有那个耐心玩。OK， 召唤一个孙尚香，这是有机关的，四周合成它就会变脆了，这样子是不是有脆到吗？有啦，有脆了。哦，他没办法像神魔一样这样子转珠啊！啊，蓝色品阶有了，鸟类也有了。我的蔡文姬有变大只吗？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公主的厉害！轻轻松松结束了这一切。哦，战魂啊、哦，我可以抽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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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兑换吗？兑换吗？嗯，我要到哪里去兑换呢？福利储值招募，来。好像是这样吧，对不对？送五抽，好啦，有送总比没送好，对不对？五抽，我可以十连抽吗？不行，哎，要玩到第九关才能抽啊，哭啊！好啦，打到第九关了，解锁召唤的，是谁啊？曹植啊！不要啊！哎，这新手胶水太多了。啊，好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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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哦，总算可以嘴了哈！那我抓到了哈！你有看到这个中奖率吗？低到夸张啊！我天哪 ！A 到 S 哎。哦，这个中奖率不得了哎！不就幸好我也玩到这个时候，哇！想玩下去的感受已经没了。看完最后一场，差不多结束体验了。还有，我想说已经没了耶。啊，十万战力。好啦，整体大致上是这样啊，还挺好玩的啊，就是中奖率很低啊，送的五抽基本上已经没了，不过是可以刷手抽啦，因为它可以用游客账号登录。好啦，本支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